嘴角的，又在嘴角流口水，我看到那个，上下打滑，水也正在往下流啊，正在流往下流啊，正在往下流，正在往下流，那个大坝前方，大坝的上游啊，水很多啊，现在告诉那个戴先生呢，非得暂时不给，不给。上游啊，源头上，不给他引水过来啊，这样可以让那个水啊，水位下降的快一点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